诸位同学，大家好。古人常说，人存正举，人亡正息。再好的制度必须要有人执行，才能产生效果。教学也不例外，再善的教育，如果学习的人不能落实，那就变成轻谈了。对自己修身齐家，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实质的贡献。宗教教育也不例外，今天社会普遍的厌恶佛陀教育，原因在哪里？我们要明了我们接触之后深深地明了，佛陀教育是世间包括古今中外确确实实是至善圆满的教育。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这个责任谁要负呢？佛陀的学生要负不能怪别人呐。佛已经不在世间了，祖师大德也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了。现前的佛门弟子，在家出家。我们对于佛陀的教诲不能够认识，不能够理解不能够奉行，我们是佛菩萨的罪人，是祖师大德的罪人。昨天晚上我听何云先生告诉我此地国大古正美教授这些年来写了一本大书分量很大，专门研究佛教在中国这2000年对国家、对民族、对政治、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他非常赞叹，他说这个工作过去没人做的。我认识古教授，那个时候他还在大学念书。我认识他大概有30多年了。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法，很难得了。
啊，足以启发现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啊，那么我知道西方，啊，我在美国住得很久，啊，美国这个国家非常欢迎信仰宗教，从小学就是如此。他就调查你小学生呢有没有宗教信仰，不管你信仰哪个宗教都好，不信仰宗教的他就给你打上问题，你是个问题学生啊，确实跟我们东方人观念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宗教教育啊，在西方人心目当中啊，是道德的教育啊。你心目当中啊，敬神啊，你会受神圣教训教诲的约束啊，这是一桩好事情。他们不把这个看作迷信啊，我们仔细观察啊，西方人的领袖啊，美国的总统啊，英国的首相，星期天都上教堂去做祷告啊，那是宗教教育啊。佛教要讲宗教教育，这个宗教的定义跟他们观念当中绝不相同，这是我们学佛人必须要辨别的。我们佛家讲宗是讲禅宗，专指禅宗，讲教呢，除禅宗之外其他九个宗派都叫做教，所以叫教下，宗门教下啊，这是我们佛教本身称宗教，啊，诸位要晓得，宗门教下都是教育，啊，都是教学，所以佛教是教育啊。啊，我们称释迦牟尼佛，没有称他做主，没有称他做神，没有称他做上帝。我们称他做本师，你们看看这个称呼啊，本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最初的这个老师啊，佛陀教育创始的这个老师，我们称本师，我们自称弟子，你们想想，那这是什么味道？我们跟佛的关系师生关系啊，教育里面才有师生关系啊，宗教里面有父子关系、主仆关系啊，没有这个师生关系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在后世社会，一般大众称出家人为和尚，和尚是梵语啊，他的意思是清教师。那么要用我们现代这个教育的名词来说呢，和尚啊是两种身份。第一种身份呢是学校校长，校长是和尚啊，除校长之外其他人不能称和尚
啊，其他的人在佛法里面称阿舍利，啊，我们中国人称法师。啊，和尚是主持教育的呀，啊，他负责整个教学，啊，他聘请这些教授老师是替他执行的，他管教育政策，啊，决定教学计划，啊，怎样能够达到教学的目的，啊，这是校长啊，所以教职员都是帮助他执行的，啊，所以和尚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但是在大学研究所里面，这个指导教授啊，也算是和尚啊，清教师啊，研究所里面的指导教授啊，所以和尚啊是这两种身份的，一个是校长啊，一个是指导教授啊，极其尊敬的称呼啊，所以和尚不能随便称啊，极其尊敬的称呼啊。阿舍离也是梵语，他的意思啊，是这一个老师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所以古时候翻作鬼范寺啊，鬼道模范啊。那么这是一般称教职员的啊，教职员的言行可以做学生的榜样，做学生的模范唐朝时代佛教在中国起了一次很大的革命啊，那就是丛林制度的兴起啊，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这个好啊。丛林制度是什么呢？就是正规的大学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学跟孔老夫子一样办私塾啊，没有正式成立学校啊，传到中国还是这个样子啊，还是属于私塾教学这一类的啊。这到马祖啊，马祖是禅宗第八代啊，那我们一般俗称呢啊，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徒孙啊，马祖百丈都是第八代的啊，他们两位发起啊建丛林，就是把佛教教学正规化啊，有组织的、有系统的组织起来了。马祖建丛林啊，百丈立清规啊，啊，那就是这个学校的章程啊，里面的一些规章制度，百丈大师他拟定的啊，这就是佛教大学啊。你看看丛林里面分工，跟现在大学没有两样。丛林的主席也叫做方丈，那就是校长啊。方丈是他居住的房子，房子不大了，方圆一丈啊，所以称为方丈啊。那么这里看到出家人生活的简单啊，节俭，
这是主席，这是和尚，啊，所以称大和尚。这和尚，和尚下面有三位纲领之士，啊，一个是首座和尚，管教务的，就现在大学的教务长，他叫首座。啊，维诺管训导的，啊，建院管总务的，你看看这名称不一样啊，其实首座就是教务长，啊，维诺是训导长，建院是总务长。现在学校组织跟那个时候一样啊，只是职位名称不一样啊。啊，首座里面，首座有很多位，里面有一位领导的称首座和尚，啊，他们管教学。所以仔细去研究去观察，佛教是教育，佛教不是宗教。但是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佛教丛林寺院造的有那么多的佛像，啊，叫人看到好像是迷信，啊，这个他没有深入去理解。我们今天社会一般大学跟这个博物馆呢分开了，啊，有许多课程要到博物馆去调查、去参观、去研究。啊，佛教呢，它很特殊，它的确是高度艺术的教学，它把博物馆跟学校结合在一起，这个很特殊啊。啊，佛教重视艺术啊，啊，雕塑、美术、音乐，啊，乃至于建筑，啊，他把艺术跟教学结合在一起。今天讲的是高度艺术化的教学。这个教学好啊，让你六根呢接触境界全是教育啊，一切时一切处都提醒你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表法。我们看看古大德在经书里的注解，啊，特别是清凉大师著华严，啊，都给我们指出来啊，华严种种这个表法的意思啊。经上给你们讲的那么多，菩萨是彻底觉悟的人，啊，讲的天王，啊，诸天天王是代表这个社会政治制度国际的领导人，这个属于天王，啊，我们现在华严经上读到的，啊，像这个国家啊，国家领导人，啊，省级领导人、县市领导人，这一类属于天王，啊，这我们已经读过去了。现在我们读的是杂神众，啊，你看到的许多人，我们现在最念的，这是最近读的，还没有读完，紧那罗网，啊，
那么这叫杂神，有几十种之多。杂神代表什么呢？社会各行各业的领导人，不是属于政治领导人。啊，你开个公司，啊，你开个商店，那老板都是领导人啊，啊，是这一类的。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十善业道经》里面，啊，这是叫的龙王，啊，龙王属于杂神类的，啊，他不属于政治。你要懂得它的含义呀，它没有迷信的，啊，它把它教学升华的，用艺术方法来表达，含义就深了，活泼了，啊，佛讲这个经，在娑伽龙宫讲的，啊，娑伽龙宫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啊，娑伽是梵语，照字面翻呢，咸水海。啊，这海水是咸的，那我问你，海水好不好喝啊？你说海水不好喝。啊，对，这代表什么呢？我们这个人世间是苦海呀，苦海无边呐。啊，娑伽罗是代表苦海。龙是什么呢？这个社会上的人心，四理变幻无常，龙是善变的，啊，龙跟蛇在古时候人心目当中是最会变化的，啊，这是形容什么呢？世间人情四理啊，变化多端呐！啊，所以龙宫在哪里？在我们现前社会呀！啊，谁是龙啊？我每个人都是龙啊！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这叫龙。啊，王呢，就是各个行业的领导人。啊，那么你在家里，你是个家长，你是家里的王啊。啊，你开个小店，你是老板，你是小店的王啊，就是这个意思。这哪来的迷信呢？啊，你要懂得佛说法的深意啊，所以佛法里的常讲，一文解义，三世佛愿。你要照着文字来解释，去理解三世诸佛的海愿望。你把他的意思全解错了，你不懂得他说话了，意在言外，这才美，让你去体会，一句话了，意思无穷。这是说话的艺术啊！中国人会说话，会说话。啊，赵朴初老居士讲得很好啊，受佛教的影响。如果没有佛教，赵老师啊，中国人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为什么呢？你一句话里头，你仔细去想想，很多名词术语全是佛教的。啊，所以离开佛教的文化就不会说话了。他老人家说的很有道理啊，这是对于佛法有研究啊，有认识的啊。因此，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观察，我们才真正理解啊，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用今天社会大众的观念跟释迦牟尼佛定位，他是一位
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奖。我想这个学佛的人都会肯定的。释迦牟尼佛一生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值得我们尊敬啊！我们学佛就要效法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献身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我们也要学习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做一个义务的教学。所以人不能不学佛啊，学佛与信仰宗教不发生冲突啊，这个话大概是在三四十年前我在辅仁大学讲过。我记得我在辅仁大学讲演的时候前面两排坐的是神父修女后面坐的是他们学校的学生。我看到这么多神父，我看到很欢喜我告诉他了，你们跟上帝是父子关系，你们来学佛跟释迦牟尼佛是师生关系，没有冲突啊！你在家有父母，到学校有老师，哪有不冲突的呢？我还特别劝他，一定要好好的跟释迦牟尼佛学，否则的话，上帝会很感叹，我这儿女不错，是很好，可惜没有上过学。你说这个上帝也很难为情啊。如果你学佛，那上帝感觉到很荣耀啊，我的儿女啊是最有智慧释迦牟尼的学生呢，他也增光啊。我说了大家都哄堂大笑那一天同学们告诉我说，这神父啊让我留半个小时啊，他们要提问题，我讲完之后一个问题都没有。所以佛教是究竟圆满的教育任何宗教徒都应当要学佛，因为它智慧的教育，没有智慧不能解决问题真的这个学佛上帝不反对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上帝常常请佛菩萨到天宫里头去讲经说法所以我说现在你不学也没关系，你好好的去修你的法门，将来你真的到天堂了，你到天堂的，你的上帝请佛菩萨讲经，你跟着听也一样嘛也不错嘛那你上不了天堂呢，那你这个机会也就错过了所以我们要明理，要认识佛教要肩负起教学的使命，要做好榜样给社会大众看如果我们不能做个好样子，我们就是佛菩萨的罪人，是祖师大德的罪人我们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社会你没有机缘接触到佛法，那就另当别论，接触到了我们就有使命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